哇，这球又打成了安打了，这个变化球还是被抓到了哦。对，四坏球保送，又保送了林孝成，这球又被打成了中间方向的安打了。这个安打球看到了一个 stop sign， 因为中外野手哲学很快的就把球控制住了。那江国豪呢，在今年球季过去的十二次的出赛呢，都是先发。这球被带起来是一个安打，这个安打球后卫的跑者林孝成也冲了回来，因为是两出局哦，所以安打带着两分打点，灰熊龙队攻下了第六分。那这两分呢，还要算郭俊霖的。记得